我们其实关系有点还没有完全走完的，但基础议题好不容易比较开放了，所以本来也有这个机会能邀请大家来共聚一下。在这边虽然已经过年过了嘛，就是月底，七月，但是还是跟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非常深远，那我们也一直努力的跟着省联